好喜欢吃米血。我还想说干玩，一开始玩过吗？我有帮小朋友跟人教什么？哎，这个虾仁看起来蛮好吃的。那你要帮我手描一下吧。你说你的手啊？好了，我好小哦。那个都可没。那个谁要给我比较？他不会给我的，我去找找方法啊。那我的，我不知道。对啊，给你们可以现在。那你到底在乎啊什么的？他妈妈烤那个啊，不加花什么？是？是什么烤？就很硬啊。那你要吃的跟他一样。感觉有点像那种法国面包。对。但它有点做。这有道理。不是完全哦，它有点软发嘛，好像又不是。嗯，它就是蒜味。蒜味。嗯哼。我在记得它是看我身上的黑人是吗？应该是吧。他刚才是讲什么？我也忘了。中间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柠檬茶之类的。哦，啊，真的是乳酪蛋糕，好像是。
一点点。